侧面它就是贴的，所以这一款如果你是腿超细，然后脚踝很细，永远找不到那种可以贴腿的靴子，哎，这一款请你们务必要收，真的，它是跟我们家其他袜靴通通都不一样的型，很贴的鞋在这，好不好？很贴的那一种，而且它是我们家袜靴很少数会做低跟的，对，因为我们一般起跳都是六公分，六公分，可是这一款它的高度是四公分。有那个跟鞋的修饰度，但舒适度又是平底鞋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它的那个版型偏小，很重要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拿大一号。不管你是什么脚，然后的话建议大两号。对，足弓垫啦。比较厚实，它的那个垫脚的部分比较厚实。看它的整双鞋，你会觉得它乍看之下好像很素，可是我很喜欢它是做皮革拼接那种非织鞋面的那种感觉，跟鞋人。但这一款的话，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围边帅气一点度，比较密合，然后那边是比较粗的，做一个层次感，没错。很 care 小腿肌线条的人，这一块它也是一样，没有凸显，但也没有修饰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侧面，你们看它侧面的线条，整个鞋面是非常顺，然后正面也是，看一下正面，你看这个，哎，真的有多顺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腿超笔直的，而且它完全不会皱。